三个女人黄志文分饰三角上网做功课，有案例地道我达冷镇。新剧《三个女人一个阴》讲述黄志文因为童年阴影导致分裂成三个截然不同的人格，对曼蒂来说相当大挑战。他解释道，有四之前降魔的成魔憨，我用好多时间做准备功课去了解灭系多种人格分裂。曼蒂为演出投放了很多心机，我的电影《三面夏娃》又上 YouTube 地好多人格分裂个案，有案例好夸张，半秒东时就变个人，我地到达冷镇。而剧入面他最为喜欢陪的扣了的菠萝人奶一角接音蛮低，平时比较内敛，他说平时好少戏憨豪放的一个面，只会跳舞，时间先见到入面我会同阿本好多互动，戏剧顽皮。